We run for the dream， 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， We run never stop， 就想让你知道，大雨中我也在奔跑。早安。喂，你为什么那么漂亮？我美啊，人美没办法。哎呀，拍了多几遍啊？你这个？这个我拍了大概三遍吧。我先问一下，从腰到脚脖子中间装的是弹簧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弹簧腿。关键你不但跳得好，你还跳得美，不像有些人。雨琦应该是年纪最小的，对，同年，但是他生日要想同年是哪一年？哪一年？就99年。99年。对对对。你知道吗？你们两个加起来还没有李晨大，加起来还没有李晨大。再次欢迎雨琦妹妹，以水代酒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因为我很喜欢酸的，我很爱喝柠檬水。挺酸的哦。等一下可以让他全喝掉。像被烫了似的。别烫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宋雨琦的。宋雨琦有两个垃圾桶。哇，这个真的，雨琦弟弟看来很能吃啊。某快餐品牌。剧组饭不够吃啊。这个某快餐品牌大胃啊。某快餐品牌。某快餐品牌。某快餐品牌。还是某快餐品牌。完了，我觉得我要毁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吃的是快餐品牌。完了完了，我要毁了。这个真的不是。我觉得经纪人要打我了。快餐品牌饮料，这边所有的快餐大概能够五个人的量吧，五个人的量吧。哦！请佘诗曼、宋雨琦准备，开始。哎呦！哦，五。快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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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难呐！哎哎！你们吗？哇！就是最怎么样也要吃6碗以上，至少最快，对。这么快！好，恭喜佘诗曼获胜。不应该下这儿，你应该直接就下这儿。不是我那个劲儿太大，就会过去了。劲儿太大，是不是？我这肯定行，这跳舞柔韧性好，这有点硬。他跳的是机械舞，先垫的。你这可以塌在这儿了。啊！他问题是，他下去了，他上不来了。上不来，能上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控制住。雨琦，我觉得你这样，你把这个脚再掰直一点，可能就有这个机会了。那我疼了。
你怼顶他后背，我顶他脚，来来来。仰头仰头，哎，没没，能扛139公斤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什么呢？那韧带是真的硬，才能扛得住啊。哎 ，baby， 快谢谢你啊！不会吧？这么丢人吗？雨欣加油！加油 ！baby 加油！啊！啊！雨欣加油 ！baby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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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欣加油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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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边那个真的要超过你了，还有10公斤呢！加油！孩子拼了！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比我多1公斤。天哪！哎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凯凯，雨琦弟弟的重量跟你好近啊！他比我多1公斤，我比他多1公斤。郑凯今天的噩梦开始了，50-60岁的时候都得想，当年输了雨琦弟弟、啊。当年输了雨琦弟弟。凯哥，我教你。你不用，我已经找到原因。我刚才就是往后撅，所以不行，应该往前顶。没事，凯哥继续努力，我支持凯哥，走了。轻功水上漂，轻功水上漂。雨琦弟弟加油！加油，雨琦！喂，喂！雨琦弟弟，爱的他！喂！加油！加油，雨琦！加油，加油，雨琦！加油，加油！你敢射吗？你敢射吗？咏春，叶问！加油，加油！喂，喂，喂！郑凯，你怎么可以推女生呢？嘿，雨琦弟弟。雨琦弟弟，雨琦弟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，雨琦！最后一步，坚持住！加油！坚持，雨琦弟弟，坚持住！坚持，雨琦弟弟，坚持住！老师，你直接告诉我就行。加油！
臭啊。我这跟酒有关系吗？请公布答案。你是自我放弃了是吧？啊，猫屎咖啡。不要公布答案了。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啊，啊，拜拜 ，no。太高了吧，这个。吃剩的臭豆腐，真的，我天哪！对，因为你写了烂豆腐，它其实也算是对了，所以恭喜你回答正确。哇，我真的瞎蒙的，厉害厉害。这你都闻出来了？不是，我真瞎猜的，我就觉得烂东西应该只有烂豆腐。哎，你们告诉我，你能猜出这是臭豆腐吗？能啊，一闻就闻出来了。一闻就是，一闻就是臭豆腐。好。哦，这个有点像。又是猫屎。又是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兽医。直接谈吧。这一题回答错误的是。哇，我是不是天才？剩过期的狗粮，狗粮，你看你范围要写大，知道吧？厉害厉害，这你都闻得出来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好厉害！我太机智了，我的天哪！陈叔，加油！我知道了，马上我就知道了。Let's get it。啊，怎么都知道了？请两位公布答案。好，这一轮更不接近这个垃圾的成员是。我太高了吧！我感觉他都要撞到上面了。哇，好高啊！一、二，走。喂，其实再来一个就已经很远很远。缩腿，缩腿，缩腿。喂，等一下。你怎么比我还长？等一下，我腿长。我腿长。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掉下去了。你为什么腿这么短？在哪？因为你的腿短缠不住，我的腿能缠住，我的腿能缠住。打他，他说你腿短。王博洋，王博洋，你这个我小妹妹她不老实，她不老实，那个一直这样。第二首，第二首，第二首。啊，进入了他的舞蹈境界。哎呀，他就这样。哎，真的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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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
我们给雨琦调一下位置啊，太矮了。有了跟凯哥一样的待遇，给我跟凯哥垫一样的，垫三个，快。垫了毛巾，腿打不着了。别说还矮，太伤面。严安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雨琦更适合当恋人还是当朋友？我个人觉得吧，就是作为，当然不作为我，就是作为广大男性朋友来说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我没紧张，就是，我觉得当恋人更好一点的，他适合当兄弟。你别说话。你听我，我刚才看见了一个性格分裂的人啊！王以琳，别说话。哎呀！不是开玩笑哈。女版王彦霖。对对对。可以了可以了，感受一下行了。我肌肉很多，真的很疼。它是这一块，就是过滤的那一块。过滤过滤，不是过滤过度的那一块。谢谢。我真的从小看过一部剧，从小跟我姥姥姥爷、爸爸妈妈一起看过一部剧，叫《走西口》。我特别喜欢那部剧。你说错了吧？那戏《走西口》是《走西口》，我记得是杜淳吧，还是谁啊？啊，不是吗？不是，我那叫闯关东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真的，不是真的不是。这话说啊，这话说也就是几年前的事情，不怪你，也就是不怪你，与其不怪你，因为走西口啊，在闯关东之后，所以再往前你可能太小了。啊，闯关东了，不错了，没关系。哥，改叫哥吧。就是。改叫哥。这听着，加哪儿都行。咱这儿吧。嗯。我代表关东人民向你表示感谢。雅人哥眼瞪一下，雅人哥眼瞪一下。小丑雅文哥。啊。雅文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俩怎么 CP 了？从第一天录制到今天，一直在叫我雅文哥，雅文哥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魔咒。雅人哥在吃盒饭。啊，燕麟哥，你又喊错名是吧？我这一期能不能喊对一次？雅人哥，这不是你家乡啊？雅文哥，又叫雅文哥，又叫我雅文哥。一到鞍山，雨琦弟弟一直在跟我叫雅文哥。雅文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再跟我叫雅文哥，我就叫你 baby 姐。baby 姐来 ，baby 姐，我过来。雅文哥，雅文哥，我跟你一组。我跟 baby 姐一组，我跟 baby 姐一组。我俩一组。干一行，行一行。人要是行，干一行，行一行。雨琦说一下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人要行，干一行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。一行行行行。行，你是怎么从那样传到这样的？我就想快过去，反正都一样嘛，一行五个行。从你开始，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。陈松松，我是你的偶像。你是我是你的偶像。我觉得迪阳哥和阳哥肯定。哎，那是谁？那是雅玲，什么雅玲？雅。燕麟哥和卢卡斯，这是好朋友，没事儿。我跟这个苏虫 ，OK， 那咱先走吧。是肯定在一起。他叫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读啊。虚损，先走。虚损，这是你平时按的力度吗？强，富强。恭喜晨哥，等下你的肠子。你的肠子，问你所有人吗？我的肠子怎么了？你告诉我。导演被我传染了。对不起。第一组。这个都能破音。导演被我传染了。Never mind if I someone like you。
sometimes I'm here to stay. 哇哇沙哑中带点性感啊，像首歌颂，依旧每周就心痛，我没空理会我，只感受你的感受。可以的，现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爱你。 You are my superstar， 你主宰，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爱你。 You are my superstar， You are my superstar， 你主宰，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爱你。 You are my superstar。哎，卢卡斯棒啊！来来，樱花熬不过仲夏，爱情抓不紧，被阳光蒸发。起来吧，寂寞洋娃娃，没动作孤独吗？没有花快乐吗？童话的主角需要爱。我相信他们会认识 baby 姐的。陈叔叔，我来了！啊！哦 ，baby 姐，哎呀 ，Oh my god！ 陈叔叔，陈叔叔，陈叔叔，陈叔叔。解释是没有用的，你救的是没有姐，你听我讲，我懂了，不错，天哪，好伤心，这个好尴尬，怎么办？这史上最尴尬的，直接被拆穿了去救晨哥，没有，因为我自己还想，我说亚文哥跟卢卡斯肯定会去救你，然后没有人会来，然后就怕没有人救晨叔叔，哎。雨琦，喂，雨琦，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是吧？我都说了，因为如果我去那边，那陈哥肯定没人救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，所以我们要过来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姐姐，我们两个原因是这样的，信任崩塌，对不对？攻守淘汰人的方式是撕名牌，但是只有进入过祠堂验证的人，出来之后五分钟，这个能力才生效。好难，哎呀，好吓人，妈呀！就是好人只能跑啊，对。啊！凶手就在你们当中。我今天非常的慌，我。有一个女生，然后会跳舞，这不谁看不出我吗？我是要去祠堂的，但是我觉得不能太快去，太快去会暴露，因为大家会想，哦，杀手都会先想去祠堂，所以我想先找找我的同伴，第一期，好好。我觉得你们俩先找地儿藏，你知道吧？你们俩帮卢卡斯呀。基本上咱们这现在的团队是以卵击石，你俩赶紧藏。到底是谁？藏起来，对，藏起来，快找海报。谁把凯哥辞掉了？那个谁，艾伦。啥时候知道的？
这是那个铃铛人。铃铛人的海报。要相信自己的团队，才能一起造亿万吨光芒。难道是三个嘉宾都是他们吗？我们仨是，我跟你不是一队的。我们真不知道，他们仨肯定。如果他们继续演，我们就杀不死演。如果他们演，我们就先手，先手死，先手让死。谁把凯哥辞掉了？那个谁，艾伦。各位成员，请注意。笑容最灿烂的是谁？笑容。我觉得这可以全都站起来吧。啊！你们这逼着我站是吗？晨哥和亚文哥，你们俩坐下吧。年龄的问题吧。我们俩怎么了？灿烂。来，一二三。这叫慈祥，好慈祥。这叫灿烂。我们的笑容很慈祥，对，是吗？是慈祥。给我坐下。哎呦我的！你们当中压力最大的人是谁？我在这儿给你们四个鞠一躬，今天晚上如释重负了，我给你鞠一躬。大家都知道，不用想。这个是真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当中最舍不得结束的人是谁？刚来的时候提示，因为当时只认识卢卡斯，所以就是只敢坐在他旁边聊天，我怕尬没有话题，要不是 baby 姐。现在上车就是随便坐。凯凯，雨琦弟弟的重量跟你好近啊，他比我多一个。没事，凯哥继续努力，我支持凯哥，走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和雨琦就是一三九 club， 不是一三九 club。雨琦弟弟看来很能吃啊。某快餐品牌。某快餐品牌这边所有的快餐大概能够五个人的量吧，五个人的量吧。我们俩很好吃的。对啊，哥。宋雨琦几乎是你们几位里面变化最小的，整体上表现是非常非常稳定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真好。